大家好啊，又是 Miss Ho C Line Shopping 啊。咁我今日咧就去一個 V 字頭嘅依一間嘅 market， 其實我好少去。咁我就見到佢有個 Port Shoulder 咧，而家係1.97一磅。咁啊有嗰啲嗰啲黑加侖嗰啲咧，嗰啲blueberry 咧就3.97一包嘅。咁我而家咧就會同大家談去睇下。咁我而家就睇下買咗啲乜嘢嚇。嗱，咁我而家就推介一下依一度啦。依個5蚊咧係過嚟整 taco， 但我自己就覺得咧，整沙律都 OK， 慳翻切啊嘛。咁我就頭先又攞咗一包嘅。咁咧依一度咧今日有個特價就係 blueberry 咧就3.97一包，咁我就會攞一包啦今日嚇。因為其實我都好少食 blueberry， 因為我怕洗啊。咁佢就69仙一磅嘅香蕉，其實一般啦。咁但係啲香蕉都幾靚嘅，即係唔似有啲青咇咇。咁但係啲香蕉兩日到都要食噶啦，有啲都。咁依啲可以擺得成4-5日咯嚇。咁但係依一啲咧就要起碼我諗都要2-3日，因為天頭熱咧，依啲都係天頭熱都要係快啲食咗佢，可能1-2日嘅啫。但係香蕉記得唔好擺落雪櫃喎，會變黑嘅喎。咁我就會推介買一個 kombucha 啦，因為佢2樽都係6蚊。咁其實 kombucha 咧對身體好好噶，佢有嗰啲益生菌嘅。咁我通常都會飲嘅，但係好貴啊，通常都成4蚊。咁而家佢2個就6蚊，咁我陣間就我會執1-2個喺度咯，執1-2樽啊嚇，因為我2樽6蚊好抵啊，真係。咁我會揀依一個，其實依個 Pink Lady Apple 應該都幾好味嘅。但我本身就中意飲 Ginger Ale 嗰只咯，但係而家我又見唔到有 Ginger Ale 嚇，咁我就攞咗依2樽先啦。嗱，咁我而家嚟到依個肉食咧就有 Beef Long 啦，咁我由30幾蚊減到17.幾喎，咁你睇下依一度都係啦，依個係 Beef Long 咯，咁由20蚊平到11.99，即係平8蚊喎。咁但我就因為我食唔曬，所以我都冇打算買，不過就通知聲大家，咁可以睇下咯。係啊，可以睇下，係平一半嘅喎。依度係30% off 啲喎，不過依啲咧應該我冇估錯，就應該都係2-3日早之內好食噶啦嚇。咁我陣間再行過去睇下有冇其他 on sale。嗱，咁我而家拍下啦，係頭先話有個 pot。shoulder 咧 on sale 咧真係 on sale 啦，嗱你睇下13.12變咗7.41，嗱依啲啊，依啲真係幾抵咯，嗱你哋睇下個價錢 ，zoom 近啲俾大家睇係咪？佢平咗一半喎，佢喺嗰個 出邊嗰個 flyers 嗰度寫，咁其實依啲啦可以，如果我咧我就會自己整 spare rib。醃咗去做 barbecue， 或者有時我懶得就外煲湯，佢可以淋啲肉落去。但相反咧，佢依度嗰個 baby back pork ribs 咧，就比我上次嗰間咧就貴少少嘅，就算平咗5蚊度，嗰間係11蚊、10蚊到嘅啫。咁或者可能牌子啦，味道唔同啦。咁但係13蚊都 OK 嘅，我覺得嚇。原價一隻咧20，依個貴啊，依個25蚊。反而我覺得佢依度啲奶會平喎，4.幾啊，4.99啊。嗱，好似我平時飲開一個牌子咧，通常出邊都賣5.幾嘅，但係佢係5蚊咯。咁你睇下啦。嗱，依個 organic， 佢係6.99平到5.99嘅，即係平1蚊啦。咁但係就算佢唔係 organic 咧，都要5.幾嘅出邊。咁而家4.99 OK 喎。你睇下上邊 lactose free 嗰啲咧，都係5.99啦。但係我就好中意飲呢個牌子，因為可能覺得啲味道有啲甜甜地，好飲啲啦嚇。咁我陣間再行到去睇下有冇其他特別 on sale 嚇。暫時我唔覺得依度有啲乜嘢特別係好平咯。
啊，咁而家我去到蛋類啦，咁啊，我係會打算買蛋嘅。咁如果499依一個都 OK， 不過睇下幾多隻先。這個應該是一打是一打的一打499，但我未必會買一隻，我反而會買一隻 Organic 599大一點，因為我喜歡啡色的蛋，感覺好像是有些蛋味咯。啊，再不是看看這個，啊，這個都 OK 喎，這個是599，但是有18隻，我看一下先，啊，這個爛了的599，看看這個，哦，這個少了兩個，所以呢買蛋呢真的要看清楚，這個就 OK， 那我拿這一排吧。啊，其實這間超級市場呢，這個外國人的 market 呢，其實它的種類都很多的，但是呢很明顯呢它是比我上次去那間 R 字頭那間呢是少很多人的，那可能是客路不同啦，不過呢你問我呢，我就覺得這間東西是比較輕輕，好像是漂亮一點，整齊一點，就沒有那麼雜咯。那我現在帶大家走一周來看看先，啊，那去這裡其實基本上呢，上次那個 market 和這個 market 都是差不多的，啊，都是入那些那麼上下的貨，但是這一間輕輕可能貴幾毫子，就沒有那間，那間呢就經常會有 coupon 寄過來，但這一間我不知道有沒有，我可能我很久沒有來，因為我一年都來不到兩三次，今天是因為我有些東西經過去買 drop 低，那我才經過，我就順便在錄一下。但很坦白說，這間有那些東西是輕輕貴一點，因為如果調回頭 Seafood Salad 在那間就可能是6元多，但是感覺上我又好像覺得它各有千秋，有些東西多選擇很多咯，啊，那就可以看看，啊，原來這個 Wild of Salad 也有，是應該雜果，啊，但那間就沒有了。 Let me take a look， Just a look，啊，它真的很多種類的沙律咯，那變成可能那個感覺多了種類，那可能就會輕輕貴了一點。通常那些 market 呢，如果擺出來近門口那些呢，它是永遠是擺一些特價出來的，原因呢就是吸引到你們去看咯，去買咯，那就方便一點。 Potato Salad 4.49都 OK 的，其實你就可以看一下了，啊，4.99一磅雞的 Value Pack OK 嘅喎，咁佢特登擺出嚟等你吸引去買咯，可能清貨啩我諗，嚇，啊。咁佢又有各式各樣唔同嘅 dressing 啦，不過多數都係賣墨西哥嘢。我本身就好中意食依一隻嘅，呢啲係嗰啲 dip， 嗰啲 cheese dip 咧，但係就好肥咯，所以都唔敢買住嚇。佢，啊，有啲邊嗰啲有 cheese 啊，頭先我買一 pack 5元嗰啲咧，可以溝埋佢，跟住加啲 cream 啊。加啲瓜加瑪利啊，嗰啲avocado 嗰啲攪勻佢咧，啲咧係好正好正嘅，但係係好肥好肥嘅。係，大家睇下，其實個價錢咧，你又話唔好貴嘅。講真，如果嗰啲啊瓜加瑪利，我就好中意食嘅，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整。咁啊，係咯，如果識整嘅話，就會平啲咯。呢度好多嗰啲墨西哥人嗰啲 sauce 啦。你睇下呢啲咯，佢種類係多啲噶，嗰間冇咁多噶。啊，咁啊啦，我而家一路咧就帶大家行去睇下依一間啦。你睇下咪係大好多噶依間，係啊，仲有一樣嘢，佢啲花係又係靚啲噶。啊，我有陣時都會特登過嚟買花咯。咁你可以睇下啲花咧，整得好靚噶。看看
當當嗰啲，呢啲係應該紅掌啊！佢哋係整一盤盤整得好靚，其實佢有啲都唔好貴嘅啫，10蚊、11蚊，係呢啲咁嘅花啦，幾靚。咦？12.99喎，應該係係咪一單玫瑰啊？係咯，12支啊，一單玫瑰。呢個都係，呢啲係部機嚟嘅。你睇下啲花，各色各樣，好多好多嘅。其實依間啲花，哇，好靚啊！呢啲睇埋幾多錢先，佢冇寫價錢喎。有些價錢喎，哦，依只係16蚊啊！睇翻好多花啊！咦？依個係 Madam Disbert 5蚊一支啊？咩嚟㗎？我都唔識啊啲花。Disbert。啊！依啲抵喎，啲6蚊，依啲係每日嘅 special 啦，五顏六色。嗱，我哋中國人嘅劍蘭佢都有啊，每一支5蚊喎。哇！原來劍蘭有咁多種顏色㗎，有橙色，有紫色，有粉紅色，有白色，我都係唔講唔知喎。啊，下年嘅新年會嚟依度買先㗎，但係5蚊一支好貴啊！呢個係一集，係你睇下，係有4.99一支，但佢有小盆栽嘅，都整得唔錯。蘭花。这个呢就是生果和杂菜的地方，即是刚才我经过了。我买了一些红菜头，啊，红菜头 我买了刚才我用来整沙律吃，啊，有些杂菜呢，呢度就係一般，係咧生果咯，冇乜特別。但係依間嘢係冇乜特別 on sale 咯嚇。咁啊，依度依再 zoom 近啲，依啲係全部都係啲沙律咯。一包，但多過嗰間好多嘅啲沙律，一包一包嗰啲沙律。咁啊 ，Miss Ho 咧今日就嚟依間 market 就介紹到依度為止啦。咁如果佢有啲咩特別嘅 special， 我先會再走嚟，因為我唔係好順路。咁今日咁啱經過，咁啊順便拍下片。咁特別話俾你大家聽咧，依一間咧其實咧佢有啲嘢 on sale 咧，就係一個大圓圈，係有個字就真係好 on sale。即係頭先我俾你睇嗰啲5蚊啦，5蚊嗰啲。嗱，即係譬如佢特登打咗個5蚊啊，咁即係話俾你聽，依個係特別平咁樣嘅意思咯嚇。咁誒通常一般都係一啲伎倆嚟㗎啦。咁我今日嘅報告就喺度，咁希望你哋大家都可以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啦。咁啊，有時未必一定有 coupon， 但係我就提議大家咧，先行一轉睇有啲咩平嘅，就集中去買咗。咁其他嗰啲如果唔平嘅，你就計下要揸車揸幾耐去第二個 market。如果揸得好遠嘅，咁就算啦。咁啊，爭個1蚊幾毫咧，就買埋去算咯。咁我通常我就因為好少嚟呢個 market， 就經過咁，同埋又。有些東西我想買的，那我就買了，譬如好像香蕉啊、紅菜頭啊那些，那我就在這裡買了。那我主要都是買一些健康一點的東西，因為我今天是買少少東西，因為一般來說我都是盡量是吃一些清一點的東西，即是譬如那些，如果這個 pot shoulder 如果不是 on sale 呢，我就不買的，但是因為我叫 on sale， 所以我就買在家裡啦。那 kombucha 啦，那2樽6蚊是很划算的。咁呢啲係我要買嘅嘢，咁我今日就講到呢度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 weekend， 拜拜。